所以这个等于说你剑指蔡英文，那蔡英文难道是一个吃素的吗？政坛已经在盛传了，说这个其实不是这个赖跟郑的问题，对，是赖跟蔡在对决，蔡赖对决。可是这赤裸裸的，赤裸裸的在我们国人面前，赖清德这样子办这个郑文灿哦，是剑指蔡英文啊。啊，因为很多讯息释放出来，其实对蔡英文不是很有利啊。譬如说，这七年前的案子已经有人举发，可是在很显然在蔡英文任内并没有办嘛。对，不管他说是法务部长是邱泰山还是谁谁谁，显然他没有办。那今天赖清德上任之后才开始办，因为赖清德一上任，他的法务部长是他的人马嘛，以前当过台南地检署检察长嘛，马上把调查局长换掉。马上把林政组长换掉，为什么？就是代表赖清德的意志，他不要任何蔡英文时候任命的检调系统，他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检调系统，所以这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决心跟他的讯息啦，他不要赖的人马再留任。对，可是这是检方，但是院方还是在蔡英文提名的司法院长许宗力。他们的整个这个范畴，所以院跟检现在目前院检不同调，对，院检就你可以看得出来就很奇怪嘛，这个羁押庭一开再开，那这种等于是这种讯息放出来就是在剑指蔡英文了，代表说你重放包庇，对不对？那好，那今天你本来要押郑文灿却没有押成，你再继续抗告，然后再继续发回，再继续这样已经一次了。结果还是让他可以交保1200万，再发回，再抗告，然后再发回，这个已经变成一直连续剧了。那所以你说你要政治人物不去做这种政治联想是不可能的，是。所以这个等于说你剑指蔡英文，那蔡英文难道是一个吃素的吗？哦，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有一点点变成一种民进党内的一种。你看到选后到现在哦，这个蔡英文跟赖清德同台的次数，尤其赖清德上台之后是没有了，没有，完全。萧美琴都已经被蔡英文被那个赖清德总统放在一旁了，表示赖清德不希望蔡英文的这个政治影响力对他有任何的这个潜质嘛。那今天当然这个郑文灿是一个很重大的指标了，因为郑文灿是所谓的英系的大哥。好，也是所谓的大家都知道，当时蔡英文是要拉郑文灿来把这个赖给排挤出去。可惜因为这个，就像郭正亮哥讲的，他失算了，他用了林智坚来选桃园市长，结果引爆了所谓的论文抄袭案，伤到了郑文灿，结果郑文灿的行政院长孟穗，所以郑文灿等于是在这个跟赖的竞争中就输了嘛，可是郑文灿的余力还在啊，他的政治能量还在啊，所以难免大家会解读说赖清德这样子出手这么真的是非常的狠啊，也是非常的急啊，一压再压，失败的我就卷土重来，这很罕见啊。所以其实昨天很多评论员哦，都有一个评论，就是前两天啊，那时候还在羁押庭要开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有趣，大部分都会觉得说那这个应该会压。可是很意外是再交保，而且金额只是拉高了，当然算拉了很高了啦，1200万。因为你要看那个他们发回重彩的那个书类的用语，就是简单是你一定要压，你翻译出来就是你怎么没有压呢？对，请你重新考量，就还是没有压，然后又再抗告，又再发回，也是一样。你没有想清楚，请你再重新思考。这是真的有点事，就是在斗法了。对，可是这赤裸裸的，赤裸裸的在我们国人面前。我自己观察有个点啊，刚才大家说那个蔡赖之争嘛，哈，蔡你说蔡直接跟赖对干，我觉得不是，而是一个体系，就是这八年，甚至呢，民进党这16年来，蔡英文是领导人嘛，所以他所布建那种绵密的网络，那这个网络里面我就一直觉得很像明清。这个中后期的官僚体制啊，皇帝想干嘛？问题是官僚体制不要啊。对对对，我就是官官相护啊。那这官官相护是他们故意的吗？他们彼此喜欢吗？没有，官僚之间也在斗争。可是官僚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或共同 share 的一些意念，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这样，不是你皇帝可以说的算的。你把大头抓出来砍掉、废掉，
流放都没有用，我觉得现在有点这样的味道，就是蔡英文所留下的司法体系彼此之间是交错纵横的。那这里面你今天干掉郑文灿，你明天会不会干掉我啊？郑文灿你都敢干掉了，那我干掉我，那我们当然就集体帮助郑文灿，但我不是要跟你对干，我是告诉你你不要这样干。所以我感觉这个蔡来斗争有点，所以你讲有道理，因为蔡可能不见得自己真的出手了，但是就是所谓的代表蔡的这个力量，所谓的代表或者蔡建构起来的这个网，这个网络，因为他不要本身是他们都是命运共同体嘛，对，甚至说是曾经的既得利益者嘛。那现在这个以这个郑文灿为首的这个网络，受到这个新的这个赖清德的挑战，对，他们总是会反抗嘛，所以我觉得你讲的应该是比较符合事实的现状了。可是政治上就这么回事，即使是这样子啊，但是因为这个蔡赖对决、蔡赖斗法，这个就会成为一个鲜明的一个，因为他是蔡英文现在变成他是精神领袖了，就是你讲的他们这群人的精神领袖，而且一定有人私底下去找他，对。一定是，而且我刚刚我讲的，不只是在这个郑文灿这个事情，在萧美琴、在美国关系上，在很多事情上，蔡跟赖其实是不一样的，迥然相异。哎，对，然后所谓的心结是绝对是在，加上不要忘记了，2019年的那个蔡赖之争啊，赖清德民调本来领先的，后来被蔡英文硬生生做掉嘛，这个是可是，所以最近大家在揶揄雍正王朝不是吗？新仇旧恨了。好朋友们，你也有睡眠困扰吗？推荐您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帮助您睡得好，美丽更加分。即日起至6月30日，三入组限量送随行果汁机一入，送完为止。更可搭配快点购618狂欢年终庆，全场消费满千就送百，最高回馈618元，现在买最划算。再加100元就能够超值加购中天文创经典商品，一起来快点购线上欢庆，享受绝佳购物经验吧！